各位农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园艺研究室，我姓林，林栋梁啊。我主要的研究的部分是原产品采收后处理。咱知影讲，咱台湾常常有风台啦，也是落雨的灾害影响，所以讲有当时也会发生到蔬菜缺乏的时阵。那么，所以讲这个蔬菜的保鲜冷藏的技术呢，已经渐渐受到这个重视。那以往的过去，咱的做法就是讲用温度来控制，吼，将这个产品直接放入去冷冻库内底，用低温来做短期的保鲜。那么各位拢知影这个叶菜类的，尤其是这个短期，吼，这个叶菜类伫这个储藏的寿命来讲非常的短，吼，所以讲。今日有各位介绍，就是讲咱有一个新的技术，这个技术就是讲开发到一个塑胶袋仔的新产品。这个塑胶袋仔的特性就是讲，伊经过特殊的材料设计吼，那么有一个轻微迄个透气性，会好迄个氧气罩透过去吼。那么用这个袋仔来包装呢，就用咱就用甲密封起来，就用造成这个产品在储藏的过程中，咱甲伊的储藏环境的氧气降低哈，那么提高二氧化碳的浓度。那经过这个气体的改变，非常有效的把迄个产品的储藏的寿命延长。阮实际操作的方式就是讲，用这个保鲜袋哈，塑胶袋啊，内底佫套一个吸水袋。那么用这种的包装方式，包装量是15公斤。那包装了后呢？赶紧入去冷冻库，伫一至两度的温度中间来储藏。阮的试验的结果咧，到30天了后，其中白莲啊、芥蓝啊、青江白菜、甲青菜咧，依然还有100%的可塑率吼。那意思讲，伫这个放到这几种菜放到30天了后，咱出库咧，只要把它翻做，从这个保鲜袋摕掉，带做25公斤的。方式直接消失嘞，啊，佮有100%的可塑率伫嘞吼。那过来就是讲，阮伫这个过程中嘞，有调查迄个品质吼，品质的变化，发现讲伊个外观并无佮新鲜入库时阵并无啥物差异吼。啊，迄个纤维也好啦，维他命 C 也好，改变无介大。那伫市面市销的情形嘞，也完全佮新鲜的。产品拍卖出来的价钱呢，相差无偌济。啊，伫遮要甲各位提醒的，就是讲，伫这个技术上，爱有几项啊，爱特别注意的吼。第一点就是讲，爱选择着较耐储藏的种类吼。比如讲，落雨天啦，也是讲，去到较植株较纤弱的产品吼，咱就卖储藏，爱选迄个较勇健的产品吼。第二点就是讲。这个包装方式是靠密封，那气体改变达到保鲜的目的，所以讲，伫这个保鲜袋的密封，一定要做到真好哈，你一定要加密封起来。那第三点就是讲，这个保鲜袋呢，一定要配合着温度，才能达到着保鲜的目的哈。阮的试验内底，这几种菜类要放伫一至两度的温度哈，唔是讲这个保鲜袋就会用达到。100%的保鲜哈，那么第四点就是讲，咱这个储藏了要出口呢，一定要先让伊回温哈，回温差不多半天的时间，确定讲已经完全无问题的时阵，咱才开始大量出货。哈，那只要这几种要注意事项呢，大家拢啊做了真好势的时阵，咱这个保鲜技术呢，就用从咱的短期的叶菜呢达到一个月哈，那么这一个月。加减会用达到着迄个对上下有调节的效果出来啊！吼。